Hello，Hello，hello, 朋友们，我们又出海了。看我们的美女姐姐正在给我们的船长拍视频呢。我们出海是在三亚湾，这凤凰岛呢看得比较清楚。现在出海的船是比较多的，上午下午都是比较多。然后我们的帅哥美女，看看他们俩。那现在出海呢都有啥可玩呢？在船上呢，你可以海钓。也可以浮潜，配备的有这个鱼竿，还有这个浮潜的用品。当然，船上呢也提供果盘，还有饮料、矿泉水这些。这个哥哥跟这姐姐呢是在钓鱼，海钓。今天这个天气呢是特别的给力呀，晴空万里，海水看起来也是非常的蓝，非常的漂亮。现在出海呢是整体上来讲性价比是非常高的，朋友们。在船上呢，你也可以拍一些视频、照片。当然，你喜欢的话可以搞一些，是吧？欢子呢是搞这个的，是比较钟情于拍摄吧。大家如果想要游艇出海的话，可以联系欢子哦，给大家安排。游艇上面拍视频、拍照片也没问题哦。不过是大家需要自备妹子，但如果你想要让欢子给你安排的话，也可以哦，只要钱到位哦。嗯哼。